台给我们的便利。舞台上空有120块升降屏，有94+60块，啊，154块。所有能运动的舞台 LED 的东西，我们舞台机械的功能主要通过不同位置的设备数量、速度的变化，随时变化出不同的舞台的造型，将整个舞台变作一个上下结合的立体舞台，达到导演、舞台美术的艺术的构思的效果。